我这儿有两个雨伞糖，一个呢还没有这个吃完，我们先扣起来放到这里。这个呢已经吃完了，吃完了我们来给它做一个，这是一个彩泥，我们来给它做一个这个雨伞糖，做一个雨伞糖，做一个假的，我们来给它扣上一个盖子。这个呀，这个呀，扣上盖子。这个呀，这是谁的？这个是姐姐的。这个臭姐姐呀，一天天的也不干活，也不写作业，放学就知道玩，放学就知道玩。我们来给她做。她也吃，她也写，她也看手机。对，她也看手机。我们做好了。她也看电视。你叫姐姐来过来吃风扇糖。姐姐，姐姐来吃风扇糖了。吃雨伞糖。你都让我吃雨伞糖了。对呀，你选吧。那我要选这个粉色的，我最喜欢吃巧克力味的了。妹妹的那个都是颜料做的。那你吃吧，好吧，吃吧。巧克力啊，怎么是橡皮泥呀？哼，妈妈你再整我。谁让你天天的不写作业了？赶紧去写作业，快去。